接下来介绍的特色料理是堪称江浙菜中的一绝——东坡肉。其主要食材为五花肉、卤汁、米酒、特制调味料。料理的方式是将五花肉切好后，用草绳或棉线绑成十字状，放进锅里，小火慢炖，其肉质为软嫩香 Q， 肥而不腻，是传统宴席中必备的美食佳肴。